线抛脑袋。等一会儿我来弄。你知道沏咖啡都是那个条条的吗？哦，对对，细细的那个水香。专业文法人家。是。卡布奇诺的味道吗？最后两天我们净吃了，今天没有好果儿没来。嗯，而且你看看这个，我在你家跟前租了一个，是了，很精致，嗯，又精致又优雅，还有没有拉花吗？这个对没有拉花，真的是这要求太高了，对，这要求太高了。来，我也今天品尝点，趁热喝点，咱也品尝一下，来，游戏坐。来，好，对，先付费，坐，坐，可以，热水，直接倒了，倒没问题，这水。是可以，这幸福小日子，喝茶的，嗯，准备喝茶了。啊，这个这轻松灵是吧？对，嗯，这轻松灵的地，个一呀水，老外能听懂，喊一嗓子呀，刘姐，那嘹亮的声音。I have your hand， 快来，骑了马子。茶馆又开始沏茶了。咱拿点瓜子儿。来，老五，哎呀，就想听那动静儿，来一个，必须的。小视频上，那长得那个什么蓝牙，那叫那肯定蓝牙。不是，我怕。那蜜源不是水呀。对了，你们说今天那个负责钓鱼的那个谁？老五，是吧？带鱼竿了吗？带鱼竿吗？快点出镜啊！你八十五，大你两岁，我八十七吧。对。带的是全货钓鱼的。对，买的小鱼竿好。不够，然后我还想装车装呢。我一看，我只有一个钩，是线各种线，让他带了，对。啊，他这没全。行，买好了，开始搞起来啊！嗯，现在你这套要学会。钩只有两个，嗯，找了。钩别两个。